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对，他还想扔我，但他扔不到我。哎，这都扔到我，这怎么扔到我的？无所谓，扎不死就行。行，你无所谓的。行，塞嘴里了，师傅。你这没办法。来了，老弟。这么棒。定个小目标。我们先来到个，先打到个白金一。OK。今天的话，这个今天应该打不到。如果说今天要打的话，我们争取上一个黄金一，黄金一，黄金一有点难吧？我才白银。对，白银。但是，一把他加很多分哦。是吗？对。那我们从现在开始。一把的话，如果吃鸡加个四五十分，两把吃鸡就一个段。行，那我们把把加分不就行，是吧？对，只要把把加分就行了。是。这个这一身行头有没有像？有的。是不是很像？这么说，是有点像。是吧？怎么说？我们前期打这个的话，还是首先稳健。那我们可以去，就跳这一条街，然后去这边，就很稳。我们的宗旨是把把吃分。对，把把吃分。把把吃分。啊。对。只要吃分就算。对。它算分是怎么算？就是按照你存活时间吗？就是就是比如说名次，按名次来算。按名次来算。对。那活得越久，名次越多。对，就是得活得久，防止被偷，咱们就还是稳健一波，防止被夹击。对，我们现在得待着，然后现在看一波。好的，好的。观察一下，看一下现在，刚这边是有人的，他们现在这边肯定还在圈，他们肯定没动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地方没有听到枪声，反正这边是有人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稍微记一下，这个上面是有人的。如果要打他们，可能还要再看一个圈。感谢大大马将军的飞机。等这个圈，这个圈就是四个。如果这四个人是一个队的话，我们还是有点难度啊。是哦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看一手，看一手。不打，不打，不打。先看一手，先看一手。他们不是我们位置。三个人了，完了，三个人了，车上已经跳下三个。三个人是吧？对。好的，好的，不打，没事，无所谓。他们分割了，他们分割了。分割了 ，OK。准备就绪。他们好像一边车上两个人，是不？一边两个是吧？对。没问题，那很好。阿维尔有的正好他们就是分开了，但他们好像又没有完全分开。看一下，他们应该是要在这个山顶上的石头落了，那就是我们标点的那个大概位置。那如果我们要打他们的话，哦对，他们在找人，他们可能 在找人哦，看到那个石头上了没有？石头上了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好像有点难打，秒不了，有点难打。对，我们。忍一手，他们应该是一个满编队了，是吧？忍一手，忍一手，忍一手，忍一手。对对，忍一手。没事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反正现在已经是第二名了。对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无所谓。他们在找我们，这个人太嚣张了，他们肯定是个满编。要不然我们把他一人一枪？他是个三级头，是不？他好像在瞄人。要不数一二三，我们等一下。一二三，等一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。等一下吧，等一手吗？好吧，三不三？等一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。我觉得等一手。等一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。主要是他是个三级头，师傅，他是三级头，我们必须一人一枪头，他才死。对。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圈，不着急的。
对，他们发现不了我们，我们就主动，我们就很优势了。他们那个车还在找，但是很明显他们眼神不是很好的，没找到我们。不去，等一下。不打不打。好，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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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找不到。他找不到我。来了，车来了是吗？可能这波可能要来，这波我们一人一颗雷。不着急不着急。不着急不着急。他没过来，他没过来，他没过来。没过来，下来一个，看到没有？他没看见。换换。他下来一个吗？下对下车一个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吧？别就让他们分散，他们分散，这样我们就有很优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但这个人也没有动，这个人也没有动，他也一直在动。是。对，那个石头上的找不到，我们不出去都找不到，找不到，他们连我们的车都看不到。对。这个树的人就等他不动，我们可以揍他，秒一个，然后我们直接就拉到这个树的人的位置去。是。是是，这但是怎么说？这位置，等一下啊，我出不了枪。哎，他们打起来了，那边打起来了，师傅，他们打起来了，那边可能等一下，可能那两个人也会过去。165方向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去把左边这个人冲了，怎么样？我们把这个左边的，对对对，左边的偷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直接分散他的注意。好 ，OK， 我狙他。OK OK， 好，我拉那个高点，我拉那个高点。不行，我们两个得再怪。好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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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不管他，那算了。他上车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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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好这波隐藏一下。OK， 隐藏一下。现在我们只有两个敌人了。隐藏一下。我挪一下车，我挪一下车。哎哎哎，不好意思。哎哎哎，好好好。好。停一手，停一手。对，因为我要保一下胎。停一手。先打药。停一手。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没有没有，刚才正好飞机来。确定。可以，那太好了。他们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去前面的房去了？他们去对面房子了。对，已经去了吗？我们走，那我们要不要转个点啊，师傅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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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来了，他们又启程了。对，他们要去捡空投。好，他们不知道。他们好像没有把那个人打掉，还是六个人。他不是，对他那个，为什么还有六个人呢？因为那个好像是故意放空枪，哦，死了，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好，非常好，我们不开车了吧？我们不开车，但是他们开车，他们有优势。我觉得可以跑一手。可以跑吗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圈。这个圈，哎，肯定有。我觉得你要开吗？我已经跑过来了。你已经到你已经到点了吗？我被发现了，我被发现了。我来接你。我被发现了，我被发现了。没事，我拉个点。我被发现了。我拉个点，没事。我打中一枪，师傅。OK。我打到一个，我脸上还有一个很残。Okay. 扔雷，直接从我这个地方扔雷。OK。对着我的尸体扔，多掐一会儿，师傅。他还有多少血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应该是这个人，他有点硬，他三级头三级甲，主要是我刚记得我在车上打中了一枪，然后又把我看应该是比较残的这个人，没炸到。嗯，师傅，下次扔雷可以就多掐一点，那样就容易炸到人一些，不然还得等，他们都可能跑掉了。哦，这个人我没打到，我打到的是二号位的那个人，啊，这个人是满血。可以，我看一下，啊，我看一下加多少分，应该能加30分吧？不止吧？30分应该有，有的。37。谢谢周周的飞机，谢谢周周，谢谢周周，可以，谢谢，可以的，很猛。稳的亚皮。这嘲讽快，你现在已经四了，已经白银四了。对，已经白银四了，就一把。嗯嗯，上厕所等一下啊。嗯，这还有2分钟，我觉得甚至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大仓上面收一下，是吧？捡一点雷，对，这个地方可以收一波。然后哦，
有枪。这里还有，没不怕，不怕。这里还有他们不要的那种包啊什么的。过来，过来。这里还有二级头，师傅，要不要二级头？我有，我有了，我已经满配了。OK， 拿个烟雾弹。OK， 要走了，师傅，很快。这个毒很痛。Okay， 走。我刚捡了一个包。好的。很极限。好，就剩十三个了。对。刚才前面有枪声啊。对。右侧有枪声。我们走高点，反正我们这还剩十一个。应该人不多。是的。让我想一下。哦，那右边，哎，你看他们又打拳了。右边防区是有人的。咱们走这边，这边应该绝对没有。对。这边我们先不着急，我们先不着急进这个防区，我们拉他山顶先看一看。是的，就剩九个了。OK。九个，也就三个队了。差不多。那应该不是满编。是的，现在已经最少加三十分了。嗯。对，这个地方。划拳了一波。对，看一下这防区有没有人。小吃一下，观望一下，六杯给你，六杯给你。OK。好像是没有人。没有的。前面有个人，有个车。哦，很远。195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这个防区里面搜一波。哦，这个位置很好。搜一波，看有没有这个。我先下去，我先下去搜。好。OK。OK。没有人，没有人过来打我，安全。哎，左边来人了，来车了。咱们不。左边来车了。哎，不对，师傅，我脸上有个人。左边来车了，来车了，这边来车了。不对，师傅，我脸上有人。那要不要退回来？退不了了。退不了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换个，我开车。刚脸上听到一个脚步。来人了。打我了。打我。我操。他这距离没事，他一个。他要炸你！我学很多，不急的。师傅，这一个好像是个毒狼，我们应该下去先把他打了的。就刚在我脸上，不是他把我秒了，我准备跟你一起冲，他把我秒了。是的，我刚听到他脚步了。哎呀，被一个毒狼给杀了。这波我的，我准备要跟你一起冲了，加了29分。嗯，说实话还可以。嗯，主要是我以为有人去牵你的后排了，我听到说有人，你说有人来了。我们应该冲他。嗯，对，我们刚这一波应该直接就是下这个防区两个人把他打了。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直接冲他。嗯，是吧？对，毕竟我们还是喷子，我们是有优势的。对，我们要相信自己。对。还可以，加了29，还是可以的。可以的，就是就是没有怎么打人，你要是能杀人的话可能我们就更有底气了。嗯，哦，对。对。这把就我们能进决赛圈就很舒服。是吧？可以。好好奇哦，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人的呀？你看我们现在都不好排，我没看到。哎，排人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主要是这个人是个毒狼，我没有想到。上去了。我没想到这里面会阴个毒狼，我想着如果是四人队的话，应该是有车的，没有车大概率就没人。没想到又没车，竟然里面有个毒狼，早知道我去把他冲了。对。喷子加步枪。对，喷子加一把步枪就够了，反正我们打的都是决赛圈。对。然后多拿点雷。是的。小土雷。上一把我的
上一把我怂了，嗯、我上把怂了。上一把，上把我失误了。上一把我要是自信一点就好了。因为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其实他是不敢出来的，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去开车，他就直接出来打我，就很亏，就出来打你就很亏。对的，但他不敢动。上一把我就应该把他架在那个地方，不让他动。然后等，然后等我来炸他。对，或者直接让闪光弹什么的直接扔。是。其实我们最重要一点是不知道他是独狼。对，不知道他是独狼，而且正好旁边有辆车。这个、是最重要的。我以为是他的队友、这个、把我们包围了。是的。要我们早知道他是独狼、嗯、不就不跟他多逼逼了。对呀、啊。还给他一打二。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他是两个雷把我们。他是雷把我们扔死的，其实我不是很服气。对。对，这个是真的是太难看了。对，这不是师傅失分的问题。对，但说实话，师傅，你反过来想一下，他们一队都死了，他还活下来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他灭过一个队。嗯。那证明他就灭过四人队。是。那如果说他灭过四人队的话，证明他就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人。嗯、所以他灭一个双人队的话，的也我们也不丢人、哦。也不丢人。对。说得过去。是的。能接受。对。嗯，我捡到一个八倍镜，师傅，你要不要打八倍？搞一把酸狙。好，也行。可以，那搞一把酸狙，然后我就拿喷子，负责近战，负责中远距离，你就负责远程。负责超远距离。对。好的。我再捡个九八 K。可以。主要是捡一点土雷。哦，我找到了，可以，这里有两把九八 K， 我就不打了吧。OK， 你打喷子对吧？对，我这里有喷子。喷子的话是单发喷牛一点，还是就是那种棒棒？我觉得，我觉得你是单发好一点。单喷，但如果单喷一下喷不死人就很尴尬。然后我来补一次，可以。万一你死了，他们四个人冲我怎么办？那就直接退出游戏。那就 GG。OK。对。行，我的八倍，我的八倍给你，来。哦。单发喷，这样的话他们四个冲我，就算贴我脸、那个、也没有关系。这个哦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是不是老牛了？试一下，找一下感觉。哦，我已经满地了。一般像这种决赛圈，他们应该是想不到。我给你这个拿喷子的。我给你这个。嗯。我给你这个，你带这个。我觉得啊，这个投资物是这样，嗯、对，你负责闪，我负责雷，因为闪的话、okay、它更吃技术，更吃感觉。闪更吃技术吗？那、是雷吗？雷比较吃技术，是吧？那你雷我闪。我跟你说，师傅，你每次扔雷的时候，啊、你就读两至三秒，一、二、拔一下，然后读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再扔。近点的话，你就读三秒；远点你就读两秒，这样你就更容易炸到。好，那这样所有土雷给你，你把所有的闪光弹和燃烧瓶给我，烟雾弹，我负责丢烟。但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师傅，如果我们两个人，会有，就是可能会比较单调，战场应对不了。对对，就比如说正好可能这个人他在我脸上，我没有雷或者没有闪，对吧？明白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分摊一下。哦，燃烧瓶可以多捡点，燃烧瓶就真的是比较简单的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捡到了吗？有好东西吗？有三级甲，有三级甲，你要不要吃一个？可以。OK。三级甲，完美。对的。走。完美。三
是说，师傅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啊。行。有没有可能他等一下还会刷回来？有，不太可能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是不太可能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过去，如果挨打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名次就低了，师傅？是的，我们可以先躲一手。我觉得我们就单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，然后等一下，如果说没在圈，我们再过去。反正我们只要冲这个桥，一定会死。是的，但是如果我们晚点进，我们还可以苟下分。要不游过去？师傅，我还有一个想法。你说。如果说等一下这一片海域还在圈，我们就当海鬼。海鬼，对，行，在海会走水鬼，可以，对，咱们就在海里面苟分，也可以哦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哦，非常好，对，看到没有这，这个时候对面那个岸头已经有人了，已经有人在狙了，证明这边是有人的，看没有，鞭炮，他们现在冲了，他们就很惨，没错，对，很惨，很惨，好的，全倒下，全倒下，那我看一下哪个地方可以上。上那个岸哦，可以吃大分，但这个好像有点难上岸，师傅。好，等会要倒四个、四五个。但是不着急，师傅。如果我们最后进去的话，我们肯定是比较难被他们攻击的。OK， 我们现在要不要进？ Okay, 这个圈，我觉得要不要做一手水鬼？做一手水鬼。但鬼师傅这边能上去吗？我其实不是很知道。我感觉我来眺望一下。这边的山都非常的高。是的，我跳完。师傅，我建议我们现在直接就从趁他们在打架冲过去。我觉得行。我们把药打满。要不换摩托车冲？不行，换摩托车没有掩体。好，行，可以，直接打一针，开冲。对。感觉他们现在没时间管我们。但是师傅，好像我们冲不了，这个地方没有地方上桥了。我们直接当水鬼。水鬼，先开下去。里面有个桥， okay、里面有个船，有个船，有个船，对，可以的，舒服，舒服了。他们现在根本不，哎，师傅，我们旁边有两个水鬼。旁边有两个水鬼，对，没事，他打不了人。行，不理他，我们先抢船。他们有可能会比我们先上岸，师傅，我们就哦，看到了，抢那个船的地方好不好？抢那个船，是，我们抢船。他比我们快。没事，他们比我们快上岸，没关系。但是他打不到我们。对，但是他打不到我们，那个、我们就躲在那个船那个地方。对。是的。但是我们也上不去了，好像。我觉得开到这边有可能哦。师傅，我建议我去跟他交涉一波。交涉一波吗？对。他划不过我，他划不过我。哎，兄弟。他游泳没我。Hello， 兄弟，你在吗？他划不过我。你不需要卑微，他划不过我。兄弟，我建议我们四个直接，反正大家都上不去了，我们没必要互相残杀，真的。你不要轻易相信他。好，行，师傅，你先。他抢不过我。先飞，他肯定抢不过我了。对，他肯定抢不过我。你站上去之后，直接，手剑死。我直接开走。对，你直接开走，快，师傅牛逼。这个水中能否拉一手？拉不了。有没有可能？好像是拉不了。拉不了，但我还可以单手滑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他走非常好。他们开走，我找个陆地。他们有对对，他们会对。我找个陆地，你拉一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拉过去，我们拉过去，拉到这个你可以后面的位置。对对对对，可拉。这个地方对。这时候，这时候可拉。往这边来一点，往这边无所谓，因为这边我才能站着。OK OK， 无所谓。好的。无敌，哎，无敌，根本没有没无所谓，圈还在圈里面。对他根本想不到。好，可拉，完美。等一下，师傅，他们是不是来了？他们好像有，好像来，哎，这两个人有点调皮。他们直接把自己毒死了，师傅。他们可以，可拉。他们输了。Nice。我们才是最后的赢家。可以 ，Nice。师傅，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。我们这个地方好像能上去。是吧？是的，这一队看似胜了，其实他们输得很惨。他们直接被毒死了。对。刮皮。很刮。哎。你看，我们这边还能慢慢的上去，师傅，没有人知道。可以。但是这个地方哇，完美。要慢慢的耸上去，师傅你先走。要不我先推你一手？我顶你一手。好。我把你顶上去。我顶你。好，我把你顶下去了，师傅。不太对，这样换个角度。
对，翻个角度，这个地方可以，我完美。OK。哇，打药师傅，不着急，我们还在圈，我们还在圈，可以的。你先上，守我这个地方，蹲着上，更稳健一点，靠着个边边，悬崖边边。好，到这里，要稳住，跳一手，耸一下，跳一手，耸一下，上来了。哦。师傅有没有可能他决赛圈在我们这个地方？我觉得是有可能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可能要打个饮料，不然没力气。可以，你先打。但是我们好像上不去了，是？怎么这么多人被毒死了？我上不来吗，师傅？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能不能拉一把？不是很行，就是你一边按着那个靠着右边那个墙那个地方啊，靠着右边那个墙那个地方。OK。靠着右边墙，然后挤上来，到这个夹角，然后你再蹦一下， okay. 完美，不着急，还有一分钟，很稳，很稳。上不上来其实问题也不大了，师傅，因为我们已经上不去了。怎么说？你能上去吗？你那边能上去吗？不能上去，我重新找个出路。可以，不能上是吧？不能上的。我们换个出路。还有出路吗？这边，我，你稍等我一下。OK。我现在，我目前为止，我只能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我的极限。这里不是圈，等一下我就没了。那你爬不上去吗？爬不上去了。我很想上去，这边好像，但这个地方有点难了。但是师傅，我们这把第二名有了，不是第二也是第三了。OK。超猛的，给我来个千平圈。我会卡住了。师傅，我这里在圈。OK， 我来了。可以上来的，师傅，我一步一步教你。OK。师傅，我直接示范一下，师傅。行。你看啊。这样，我先把土雷给你，万一上不去，你可以把土雷带着。炸一下，土雷应该是炸不到上面，土雷炸不到，那行。师傅，你看走这个地方，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到能到吧？然后这边一直我们抵着右边的墙，一直抵着右边的墙蹲着走，走到这里之后站起来跳一下，继续按着右边跳一下，按着右边上来了，要一直按着右键，一直按着右键，因为你要卡旁边的边边。往稍微。再往左一点点，然后就是卡的右边，然后跳上来。怎么说？我要不要把东西扔了？太重了。有可能。我来一个雷。好。扔过去。对。好。上来了。现在，师傅，我们就躲在这个里面。我操！有。完了，师傅，你被发现。没事，你可以，没事，你可以躲一手。他并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对，他不知道。他并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对，他这个地方炸不到我。我身上我这个地方有六颗雷，是有东西的。我身上有六颗雷。但我捡不到你的雷。是。对。你闪无所谓，他不能下来，下来他就是从。对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假装炸不到我。不动，你不动，他不知道炸到你。炸不到我。对，我对，他跳下来我就喷子喷他，下来就是送，对，烧你了，他烧我也烧不到，因为我这个地方是个犄角，是没有人能打到我的，烧你了，他只要不低抛，我就没事，对 ，OK， 正好烧不到，很完美，这个完美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点难。应该他们应该是一个队的，他们三个人是吧，我那包里面很多药，你要不徒手直接拿药就硬吃，我就硬吃，对，我就硬吃，硬吃，对对，就硬吃药毒死他、哦、对，就毒死他，说不定我还在圈，哦完了，我没在圈了，完了这个没有什么办法，只有第二名，对，没什么办法，没什么办法，除非这时候有个战术包，是吧？对，
战术包的话也可能没办法了，飞不了。对，他们不知道你在这里。对，他还想扔我，但他扔不到我。哎，这都扔到我，这怎么扔到我的？无所谓，杀不死就行。行，你无所谓的。行，塞嘴里了，师傅。这没办法，但是成绩非常好，第二名。第二名，说实话很艰难，真的很艰难。是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是的，吃大粉37。是的，加满了，基本上已经加满。他们第一名加满只有40分，就比我们多3分。对，三分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上厕所。好。直接塞嘴里。哎，有点惨。我这个地方是个犄角，有点惨。就很棒。